秀水鄉陝西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彰化縣內第339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，讓長輩可以就近得到最好的照顧。6號早起，縣長王惠美和秀水鄉長林英家等人前往結拜慶賀。那現在呢，一禮拜有兩天的時間，那希望我們的長輩可以走出來在這裡，得到最好的照顧。也要感謝鄉長帶領的團隊，可以說14村有17個這個社區，攏總有19個這個關懷據點，讓我們的每一個村裡的長輩攏有法度在社區得到最好的照顧。特別感謝我們中央以及我們縣政府以及我們議會還有我們代表會，我們共同的支持，在經費上的支持，可以讓我們的關懷據點順利來推動。目前陝西社區一禮拜舉辦兩天，其实嘛，五万吼，咱这个一档吼，一个摆档五间吼，吼咱在中间，我同大家共同来学习。是阮陕西社区关怀据点的廿八仪式，啊，真感谢阮社区诶，跩长辈时代拢出阮社区做运动，啊，做健康促进，安尼，希望阮继续吼拍拼，互阮跩社区吼继续经营落去啊。秀水鄉總共有14個村、17個社區、有19個關懷據點，率先搶頭鄉成為彰化縣內頭一個達到一村里一據點的鄉鎮。陝西社區關懷據點有提供電話問安、關懷訪視、甲共餐，也還有健康促進活動等等服務，歡迎社區內面的長輩可以多多到據點活動經過學習課程，創造因快新生活。公益頻道鄭華韻秀水採訪報導。